捕手第六棒的林昆生。牛队要加把劲了，目前是变成五分的落后。哦，这球打得蛮扎实的，在左外野方向，红不让。哇，好像刚好打在那个标杆的附近呢。哇，林昆生昨天也飙出全垒打，今天呢再来一支。面对新换上来的投手石孝荣呢，一棒呢就帮球队追了一分回来，现在比数变成了4-8，这也是林昆生在本季的第三号的全垒打，打得相当的果决。没错，上来抓第一个就做挥棒，而且今年以打击的爆发力来讲，林昆生的确是做得非常的好，不止打击率高，长打能力也表现得非常的理想。哇，今天单场又是3支的安打，昨天也3安打，昨天也有全垒打，今天也有全垒打。接下来轮到许国龙。哎呦，哇，这整个真是太甜了。虽然侧头对右打者是有一定的压制力哦，哇，就是打在